不管应征什么类型的工作，穿着是给人留下第一印象的好机会。应试穿着的服装要适合企业文化与工作性质，即使是创意型的工作，太潮、太时尚或太不修边幅的穿着，反而会造成反效果。整齐、干净是面试打扮的最高原则。男性面试者发型应清爽不过长，身上的正式服装要平整合身。另外啊，记得胡子刮干净，指甲也要修剪整齐哦。男孩跟男人的差别在于用合宜的装扮，穿出自己的态度。